地震完之后，有一些水泥块已经剥落在那边，这个残骸都还在。哦，对，掉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是一样，钢筋裸露啊。然后昨天也是那个地震完之后，也是一些水泥块已经剥落在那边，这个残骸都还在。哦，对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算大。对，而且地震比较大。